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来观看我的音乐会，尤其是又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间里，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的到来。OK， 那我们我准备这场音乐会呢，其实也是我这么多年学习音乐的一个总结。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音乐会正式开始。首先，我们来先看视频。亨利·普塞尔，1659年生于伦敦。英国普塞尔家族自1620年开始有150年的音乐家历史，先后四代都在宫廷担任重要的音乐师，其中第二代的长子亨利是最有名的一位。因为亨利他的音乐天才卓越，所以英国人就以他的家族姓氏普塞尔作为他的名字。普塞尔在戏剧中加入了大量的音乐，这些戏剧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半歌剧。迪铎与埃尼阿斯作为一部真正的歌剧，最集中和充分地展示了普塞尔的音乐戏剧才能。该剧的脚本作者是后来成为英国桂冠诗人的台特。故事情节以迦太基女王迪铎的悲剧为基础，三幕歌剧只有四个主要角色，演出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小时。乐队使用了弦乐和通奏低音，法国歌剧的影响十分明显。除了在开幕前的法国序曲之外，这部歌剧还运用了很多合唱与舞蹈，宣叙调用得不多，但是非常有效果，特别是在节奏和音调的处理上，很符合英语朗诵的特点。迪铎的两首大咏叹调受到了意大利歌剧中悲歌咏叹调的影响，特别是最后一首《当我长眠地下》写得尤为精彩，这是女主人公迪铎临死前的最后一首悲歌，它由一段宣叙调引入，结构上是二部曲式，整个咏叹调建立在扩展的半音化的帕萨卡里亚低音之上。普塞尔通过低音与高音声乐旋律之间的不协和关系，以及声乐的不规则节奏，造成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咏叹调由一段充满半音叹息音调的乐队尾奏加以总结，并自然地过渡到最后的终曲合唱，带着低垂的翅膀。这种固定低音咏叹调是普塞尔很爱用的一种创作手法。
18世纪初的英国，自亨利·普塞尔去世后，缺少大师级的音乐家，从其他国家输入音乐来满足自身需求的状况日堪一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712年，亨德尔再次来到英国定居，并获得终身荣耀，填补了这一时期英国音乐的空白。亨德尔已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来临，他几乎是一个古典派的作曲家了。亨德尔一生近60年的音乐生涯中，在德、英、意三国乃至全欧洲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的作品融德国严谨的对位法、意大利独唱艺术和英国合唱传统于一炉，成为世界音乐史上的瑰宝。他同巴赫、威瓦尔第一起，为辉煌的巴洛克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And all
渴望春天是欧洲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莫扎特1791年1月14日作于维也纳的作品。这时的莫扎特已经疾病缠身，贫困交加，可令人惊叹的是，这首歌曲中没有丝毫的伤感和绝望，整个旋律清新欢快，充满天真和童趣，足以看出作曲家坚定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这是一首深受全世界青少年喜爱的歌曲，其音乐语言朴素、简约，富有表现力。旋律线主要由大调式主和弦分解构成，突出音乐清新明朗的格调。八六拍既轻快、活泼，又不过分张扬。曲式结构单纯、紧凑，恰到好处，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音乐素材的运用节省而富有表现力。第一、二、四乐句采用同一材料加以变化，第三乐句则运用变化音、离调和音程大跳的手段推动乐句的发展，典型的起承转合句式，从而使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有变化又有统一，在结构上给人简练、舒服、完整和满足感。伴奏肢体采用分解和弦的形式，轻快流畅，和弦的选择以主属和弦为主，色彩明亮，手法简练，有效地起到了为旋律轰云托月的作用。莫扎特虽然渴望春天，但他没有等到春天的来临。这首曲子创作于他去世前的那个冬天，他还未曾等到春天来临，还未等到他更加光明的未来，就与世长辞了。但他无私地把作品留给了我们，让人们替他迎接春天，让人们也对春天产生渴望，让人们乐观地迎接未来。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在西方音乐史的画卷中独领风骚，由海顿、莫扎特创立并发展起来的维也纳古典音乐形式与风格，在贝多芬被极大的扩充和发展。他将18世纪与19世纪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连接起来，将两个时代形象融汇于自己的音乐艺术之中。贝多芬的名字与崇高的信念、顽强不屈的意志、充满震撼力的音乐、为表达情感而不拘规范的气魄永远同在。贝多芬的七首钢琴小品于1803年在维也纳出版，其中大部分为波恩时代作品，它们分别是：第一首近似稍快的快板的优美的行板降 E 大调小回旋曲式；第二首谐谑曲 C 大调均衡的三段体；第三首稍快的快板 F 大调，由两段体的优雅旋律与拥有间奏性节奏的副主题构成；第四首行板 A 大调三段体；第五首不太快的快板 C 大调；第六首近似行板的稍快的快板
D 大调，第七首吉柏，主题有谐谑曲性格，降 A 大调。Thank you.
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作为浪漫主义早期的代表，在作品中体现出维也纳古典传统与新思想思潮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被誉为歌曲之王。当时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维也纳的音乐出版家哈斯林格在舒伯特逝世后不久发现了他未曾问世的作品，认为他去世前半年所写的14首歌当属动人的绝笔，于是将他们汇编成集，以《天鹅之歌》命名出版。其中的第4首就是这首小夜曲，是1828年用雷布斯塔布的诗谱成。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威尔第是西方音乐史上伟大的歌剧作曲家，除去一些宗教合唱、歌曲和一首弦乐四重奏外，他的一生始终专注于歌剧，共写了26部歌剧。从1839年他在米兰歌剧院公演的第一部歌剧《奥贝托》开始，到他最后一部歌剧《感恩赞》，旺盛的创作力持续了将近50年。他的名字永远和意大利、意大利音乐以及意大利歌剧同在。威尔第在观赏了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本的戏剧《茶花女》后，备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时间谱曲完成，改编为歌剧。1853年在意大利凤凰歌剧院首演时，因男女主角表现不佳，惨遭失败。面对这样的结果，威尔第只说了一句话：“时间会证明这次失败究竟是主演的错还是我的错。”2年后，歌剧《茶花女》换了主角再次上演，立即造成轰动，至今已是全世界最常被演出的歌剧。剧中多首歌曲如《饮酒歌》《咏叹调》《啊梦里情人》《及时行乐》等，已经成为声乐家的必唱曲目，受欢迎程度可谓作曲界中的流行金曲。夏尔·卡米尔·圣桑是一位属于浪漫时期的法国钢琴及管风琴演奏家，亦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对法国乐团以及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他是当时法国音乐家中推崇瓦格纳歌剧的第一人。
而穆索尔斯基的鲍里夫·戈诺伊夫的总谱也是圣桑最先从俄国带回法国的，可以说印象主义音乐能产生在法国，圣桑功不可没。1886年，他应巴黎好友的请求，写出了一部别出心裁、谐趣横生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在《动物狂欢节》中，作者以生动的手法描写动物们在热闹的节日行列中各种滑稽有趣的情景。整部组曲由下面14首组曲组成，第13首《天鹅》是本曲中最为流传的一首，通常被单独演奏，甚至成为作者圣桑的代表作品。本曲是整部组曲中唯一一首优雅温柔的小曲，与其他各曲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般认为天鹅是全组曲中最精美最著名的音乐，曲中竖琴的爬音伴奏显示清澈的湖水上荡漾的微波，大提琴优美的曲调则描写出天鹅高贵优雅的姿态以及安详的在水面游动的情景。全曲由伴奏竖琴水波的荡漾开始，接着大提琴唱出4/6拍的圆滑的高雅旋律，时而上行，时而下行，曲调极其优美。竖琴伴奏的节奏与音型均与前奏相同，与大提琴的曲调完美融合。结尾乐句也很美，全曲在最弱的间奏中逐渐消失。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叶，
在东欧和北欧的若干国家先后出现了一批作曲家，他们至于发展本民族的音乐，分别在各自创作的音乐中采用民族题材和民族形式，反映了民族的精神，人们就称他们为民族主义作曲家或民族乐派作曲家，称他们的音乐为民族主义音乐。俄罗斯音乐的黄金时代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其标志是俄罗斯音乐的先驱者格林卡的创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柴可夫斯基与俄罗斯音乐史上的强力集团的作曲家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但其艺术主张和创作风格却大有区别。柴可夫斯基钢琴套曲《四季》副标题为《性格描绘十二幅》，全曲由十二首附有标题的独立小曲组成，这些诗篇又与十二个月的季节特点相关联，故乐曲以四季为名。其中第六首《船歌》和第十一首《在马车上》最为流行。《船歌》为三部曲式，匀称而略有起伏的伴奏如同微波荡漾，舒缓的第一部分主题温和中略带忧郁，使人仿佛看到初夏夜晚的河面上孤寂的小船轻轻地荡向远方，走到岸边，那里的波浪啊，将涌来亲吻你的双脚，神秘而忧郁的星辰将在我们的头上闪耀。Thank you.
如果说在振兴法国音乐上，弗兰克、圣桑和弗列等较为年长的作曲家们走的道路是继承和发扬欧洲或法国古典音乐传统的话，那么较年轻的德彪西和拉威尔选择的道路则是打破陈规、拓宽眼界、锐意创新。他们从当时的诗歌、戏剧、绘画的最新探索中，从法国中世纪至巴洛克时期古色古香的音乐中，从俄罗斯、西班牙和东方民族别具一格的音乐中发现了新的天地，得到了新的启发。于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形成了新的音乐流派。月光是德彪西钢琴作品中最流行的乐曲之一，属于浪漫主义风格向印象主义风格过渡时期的作品。乐曲通过柔美的旋律、浓郁的调性、清澈的和声、流畅的肢体，形象地描绘了月光下大自然美妙的景致。全曲首尾呼应，具有再现三段体结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是德彪西所作的包括12首乐曲的钢琴曲前奏曲集1集中的第8首。虽然此曲集被称为前奏曲集，但它在构思上和形象上已与传统的前奏曲无相似之处。德彪西运用钢琴音响色彩调色板上的一切手段，创造了新颖独特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系列别有情致的音乐形象，扩展了前奏曲的表现领域。本曲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乐曲一开始就呈现出清新而优美的具有5声调式特点的主题，流畅的旋律和着轻快的3拍子节奏微微起伏，温柔宁静中透出少女那充满憧憬和幻想的微笑。在4度5度并行的和弦组成的调式和声形成和谐的气氛中，这一首抒情的主题进一步发展和再现，最后在清新柔美的气氛中结束。整首作品短小精致，细腻入微，委婉动人，汇集了印象主义音乐的突出特点。
格诗温的卓越贡献是把德彪西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风格与美国的爵士乐风格融合了起来，虽然缺乏熟练的写作技巧，却是个了不起的旋律天才。曾广泛接触和研究通俗音乐领域的各种题材风格，写过大量的流行歌曲和数十部歌舞表演音乐剧，是好莱坞舞台和百老汇舞台的著名作曲家。格诗温的贡献将美国大陆流行的通俗爵士乐应用在传统音乐之中，融合了欧洲音乐艺术、
爵士乐、黑人歌曲等各种形式，创造出交响爵士乐，成为美国音乐的一种特色。《蓝色狂想曲》是格什温于1924年写给独奏钢琴及爵士乐团的乐曲，它融合了古典音乐的原理以及爵士乐的元素。此曲是美国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就像其他格什温受欢迎的古典乐曲，《蓝色狂想曲》让他建立了多产奏曲家的声誉。《蓝色狂想曲》是为钢琴和管弦乐队写作的类似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其中主题的即兴表达同交响性的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黑人布鲁斯音乐的调式和声音素，爵士乐的强烈的切分节奏和滑音效果，都赋予这部构思独特的作品一种与众不同的色彩。格什温在这部作品中对那些情绪全然不同的段落安排，如抒情与戏剧、舞蹈与歌唱的对峙，也颇具匠心。
会终于结束了。其实，从准备这场音乐会到现在，我一共花了有正经的准备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吧。其实很仓促，所以有很多地方也弹得不太好，很多地方唱得也不太好，希望大家见谅。那我今天这场音乐会能够这样子来举办的话，除了我自己，当然也离不开我的小伙伴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小伙伴们请上台。跟我一起唱一首歌的舒慧，来自广场曲的陈慧子，还有我们的小提琴马佳玉和我的两位钢琴伴奏。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也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能够光临我的音乐会。那今天我的导师张宇恒老师因为在出差，所以没有办法来，有点遗憾。不过我想这是我这么多年学习音乐的第一个音乐会，我觉得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能够得到大家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希望。谢谢大家。OK， 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就到此结束，祝大家晚安。